果陀剧场《我的大老婆》专治幸福更年期。大导演啊，你以为你可以连续几天不回家我都不会生气啊？搞上个服装妹，衣服要多少有多少。挑战婚姻辛辣议题，为追求幸福宣战。真的假的？你得到忧郁症啊？你都不是让别人得忧郁症的吗？你这个人哦，睡觉从来不失眠，而且骂人又超大声啊，洗澡不超过2分钟，洗脸不超过20秒啊，做爱不超过……哎，我忘了。你却选择跟别人肉体交流啊！说好你是负责精神部分的，你管我肉体做什么呢？你要创造一个一片热忱的王国。那我创造的够不够热忱呢？曾国城、徐伟宁、王娟、姚坤君、范以飞，你们说的这些我通通都承认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！欢迎加入大老婆俱乐部。2020年全台巡回，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。